当 model 那一段时期啊，因为我从16岁到20岁当 model 的时候，那段时期其实我学蛮多的，然后旁边又围绕着一些很有品味、很有才华的人。做艺人不是我最喜欢，那时候也是最不开心的时候。东西杂志到底是什么杂志？是一本流行杂志吗？我说不是，其实我一直没有定位我是一个服装杂志或者流行杂志，一个风尚杂志。我觉得我是一个文化杂志，我是一个 pop culture 的东西。可是我只是用服装，用一些好的、漂亮的 images 来包装这个文化杂志。亚洲是需要有一些声音存在，关于时尚方面的，因为我们的消费能力。其实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杂志它是一个很中国的，就是杂志可以做出来以外，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最大的梦想，可以把亚洲一些有才华的人推到国际上去。那我希望这个风气可以一直带动，让更多亚洲有才华的人能好像有一个新的舞台来表现他们的一些天分。最辛苦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要说服人家你要做一个亚洲的国际杂志，其实这是最辛苦，因为没有人相信啊，突然没有人投资了，然后公司人都走了，所以变成我一个人住在，我记得那时候才刚到香港，然后我连房子都还没找到，就直接住在那种饭店里面，就把第一本就做完这样。所以大家这个帮那个帮每个人帮小忙，就把我这个梦想做出来了。我蛮喜欢老子的道的东西，所以其实里面是很多道的哲学在里面。就像我们的名字啊 ，West East， 其实正确的文法很多外国人都是讲 East West， 可是你注意看我们的 logo， 它是 West East， 所以是 W E 加起来的英文就是我们，转成中文就是东西。很多人都说哇你们好厉害哦，怎么样怎么，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杂志真的是就像我们的 concept 分享东西，其实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把这个梦做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呢是今天最后的一个奖项，也是风尚大典的最高荣誉奖——风尚成就奖。我们就请莱卡的 Helen 告诉我们这个奖项所象征的意义。莱卡品牌自从1959年诞生以来，始终站在时尚的前沿，为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鼓励他们，希望能做出更好的贡献。今天我们这个奖项就是为他们特别设置的。今天的这位得奖主呢，他可以说是时尚圈大家的好朋友，他对于时尚圈的贡献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而他更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推动者。2006风尚成就奖由莱卡呈现。他曾经是梯形台上的知名模特，他曾经是舞台上耀眼的唱片歌手。2001年，他以香港为发生地迈向全世界，东西杂志诞生，成为史上第一本发行全球的亚洲生活时尚杂志。经营时尚领域20年，他被誉为整个华人界距离国际顶尖时尚最近的人物。
女士们、先生们 ，West East 东西杂志集团创办人、发行人李冠毅先生 ，Kevin Lee。我们欢迎 Kevin， 上圈大家的好朋友 Kevin Lee， 我们恭喜他得到风尚成就奖。大家好，谢谢。其实我刚真的很紧张，因为我刚刚自己去那边念的时候，念得自己很感动，然后我就忘了把我的词拿回来，所以我现在很紧张。我在这里谢谢大家，真的，因为这五年来啊，虽然东西杂志已经在全世界都在发行，可是这五年来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戏剧化的改变。因为我记得五年前要做的时候啊，刚好911发生，然后投资的人就把金钱全部拿掉，然后变成我要卖房子，卖掉我法国所有的东西来把这个杂志做出来。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办公室，就是一直在家做，这样就靠一台电脑跟一个助理，然后就做到今天。我们现在公司就有，我现在有四本杂志，然后就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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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员工，也没有很多啦，但是就比以前多很多这样。那我真的要谢谢很多人，因为其实这个奖给我，我就有点受不起，因为我的年纪还不够那么大，然后以前得奖的人都比我大一两岁，对啊，就是比我大，很受尊重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奖我很骄傲的上来领，是因为这个奖我要跟我的朋友分享，谢谢这五年来很多很多人帮我免费义务的帮我，让我达成这个梦想，也谢谢我刚失去的爸爸，因为他给我一个很安全感的成长环境，他让我可以一直做一些别人认为很傻很傻很傻的东西，不惜成本去做的东西，只是因为我想真的想把它做好。然后也希望以后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多的亚洲杂志，亚洲的艺人，亚洲的设计师，亚洲的 whatever， 亚洲的所有的东西都能让西方的人看到我们真的可以做得到，而且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希望大家要知道时尚啊，不是只有表面上的东西，其实我们有很足够的文化背景来看时尚这个东西。谢谢大家，谢谢。